小，啥也不小，你还多。别喂一根儿，大厨受伤了，吃肉补肉。你说的真对了，一点毛病也没有，姐，补吧，不用讲补。烫的我你看看，烫也害的，伤手的。来了自己，就是没毛病嘛。我回去一根儿看俺弟多了，我想把你们照顾，我说的不挨根儿照顾好了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说你不好吃肉。我就是不好吃肉嘛，那我就是我手疼了，我去也不吃那个蛋子锅，我不到你们说一茬。你就吃点皮和补了好几天了，我吃了肉了，我得跟少补十天。那么的补的早起肉了吧，多补十来天。你多会儿能给咱们顶起一杆了？我手疼的，你给咱们打气的说一句，小姐你不用做了，我给做。我在这儿，我只能靠你，你一点儿不敢放开这句话，让我也哪怕内心也有少许的安慰。你可以想啊，我是在咱们这儿不敢做，我怕做的小食堂没人来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跟人说，我婆婆也夸的，我说我还小好了，告诉你。回去给老人做了点啥子，还受到表扬？我想表扬你，估计想不见理由。就管你。你以后甭跟别人说是跟我一个大伙的，千万不能这样说。切好的葱姜蒜，我不下锅，先来点陕西老抢醋，来点花椒、咸盐。今天没我，坐下吧。你不怕吃的上了火？我不怕。在这儿泡一，在这老抽，添点热水。行了，买了个大料板。今天给猪肉里头放上点海菜，冻死。这时候我看俺能吃点猪肉冻海菜。到冬天，哎呦，人家吃到捡到菜，那样一般一回，多香！老刘，你后面等了，马上。我也看见他，我有阴影的，我还擦了。我今天擦完，他是最后一道。我是说，我连做饭还要工钱，还要不一个人要做的可溜了旋。出锅放点葱，看香。今天又养一回，哎呀，我觉得今天这饭有点赔偿。
又是肉又是菜的，你这也不怕补的营养过剩的。我不怕，我从今年夏天上称腰板到现在我都没变体重。吃这饭必须得算三盘够。三锅吧。我一般八回吃的时候，肯吃够；光着肉的时候，那必须得吃够。从小吃够长大的，走吧。哎，我姐要一碗了，啥饭这天？不想吃，你真老不懂我。哎呀，猪肉闹鸡蛋，还得小吗？小，这个顶一片够，我顶是一片。烦死了，这不是啊？第二天的饭不来。我三个事儿给弄锅里去了。嗯，有。都有。来来来。都有。这就为你点的好了，我不倒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先挣不下去。妈早点点的。妈太早了。我说打牌的不来气，来吧，啥事儿？不错呀。哎呀，说的扯熟了，第三天了，闹啥也可是肉。哎，我这回我跟你说笑脸了，而且说这个铲车不粘。我们这个铲车就是不粘。啊，你看里面掉下去就，再搞个腿儿揪下去。昨天刚到饭店吃完的，今天这单接多少？我去下一个肉，这补肉。啊，我昨天是缺上那个大个的肉，我不得补补。你补补好了，你才能给我们做饭。要不也是这样。哎，大嫂，这两天割肉，你得到专柜去到割。咋？这两天是猪，对着猪我比较严。哎，这饭香不香？嗯。弄这么多小食盒的感觉吧。嘿嘿，香不香今天这饭？香，啥也不香，你也多。Jay, Nick, we're going. 这怎么冬藏了？你这个都吃完了。嘿嘿，你真牛，牛逼小王子，嘿嘿。这个肉汤好，我这算可行。就是，这是羊油的，浑身上是羊油的。啥不是？你给姐多吃点。哎呀，这饭水热干了。这个大哥，我们给嘿嘿咋去吧？我还没吃的就让这 Q 了，你有的给黑。你一个蛋已经吃完了，我看见。我没吃饱，我吃。哎呀，我说的减肥啊减肥，因为吃多，吃完这么多再减吧。哎，吃饱再减，管他。正好结束了吗？我这块坑这两天弄出嘛？出嘛跟这块坑有关系。早好坏呀，这出门还不要做饭。哎，那点这头疼的，不定这两天不能出门。